头挺鼻子，长相斯文帅气，他是王心凌交往六年科技新贵男友蓝蔚文。当初两人透过朋友聚会认识，男方随即展开追求，但根据周刊报道，双方已经低调分手半年，原因是男的花心爱玩。其实过去蓝蔚文就有不良记录，曾和超偶选手陈姿莹论及婚约，连婚纱照都拍了，但最后蓝蔚文劈腿被抓。现在就是其实都还是会固定回医院要做清创，但是都一直慢慢的在恢复中，对，就是很好，我很好。才刚动过鼻窦引流手术，他身边有人转述，当时王心凌孤身一人在医院动手术，让人感到心疼。但九月时王心凌受访，同样笑笑跟粉丝报平安。王心凌分手后不多说，硬撑挺过情伤，这回也决定把关系断个干净，力撕渣男吸铁标签。碰到的人变得很重要。情路始终坎坷的王心凌，过去和姚元浩分手后，也曾爆发私密照外流风波，这回和科技新贵的感情。经纪公司回应，心凌虽然工作很忙，但很好，关于艺人私事不回应。三立新闻郭一生、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